九十后衰仔涉嫌夹埋班 friend， 七次爆老豆夹万。十九岁无业嘅刘斌系拉仔，住粉岭公屋，夹埋同龄做装修嘅 friend， 同埋十六岁发型屋女学徒，十日内先后七次偷咗阿爸11,700人民币。7月31号，佢趁阿爸唔喺屋企，就叫两个 friend 过嚟。两个 friend 就负责睇水。十日之后，阿爸发现夹万少咗钱，质问之下，个仔承认同朋友偷钱。阿爸报警，警员搜到被告有兑换咗嘅1,170港币，又喺佢个 friend 度搜到1,100，对方仲用啲钱买咗部手机。三个人被控入屋犯法，暂时无需答辩等法律指示，希望保释。但是裁判官就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接连犯案，案情严重，不给保释，还押到下个月9号。